我是哈鲁卡，着重剧情深度的 Caravan Stories 终于在台湾正式上市啦！由多种族构成的庞大世界观，真的有非常多的细节值得我们一一的来探索。今天官方也在西门町举办了游戏记者会，赶快跟着哈鲁卡的脚步来看看今天的活动现场吧 ！Let's go！由电玩宅速配主持人哈鲁卡主持，日商爱民网络游戏公司自行研发的奇幻冒险游戏《卡拉邦 Caravan Stories》，今天在西门町举办的发布会，除了游戏角色的 cosplay 之外，还布置了球池与游行活动，十分热闹。而且游戏上市不久后，积累积了超过10万名的玩家，成绩亮眼。现场邀请到玩家们熟悉的游戏女神谢洁玲，穿上游戏服装，与爱民总经理平田先生一同介绍游戏。且随着夏天的到来，也在游戏中新增了泳衣外观，而且与冲绳一江岛进行合作，不止在游戏中新增区域，还举办了抽机票的活动，大手笔的送玩家出国玩，并同时宣布决定参加8月的漫画博览会。活动最后就在谢洁玲与粉丝的亲密互动中结束，看来官方还有许多行销游戏的企划活动，玩家们可要多加留意，不要错过喽。